来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没有。我有件事儿跟你说。红星，我马上要搬家了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先看看这个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把这间房子买了，现在合同给你，你不用搬家了。你别哭啊！我一直想要帮你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帮，我就想吧，这么做应该可以解决你的困难。也没来得及跟你商量，你别生气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事情都过去了。你把钱都给我了，你怎么办？钱，再挣就有了。白卓可是一次性给现金，而且人家还不讲价，过了这村啊，可就没这店了。啊，这份是您的，您收着。下班前啊，买主就把这100万定金啊把您卡里，其他的等收房子的时候一次性付清。我现在呢还没有找到新的住处，能不能宽限我几天啊？啊，当然了，这段时间我会付租金的。哦，这房主啊倒没提时间要求，但是你也得抓点紧吧。租房这事儿啊，您可以找我们呀，中间费给您打6折。谢谢你啊。你好，韩小姐。你确定要帮他还钱？是。关小姐，您可要想清楚了，你现在跟他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我想清楚了，你把账号给我吧。关小姐，我觉得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你真的确定要替他还钱吗？像夏凡这样的败类，你把他送进监狱，那可是造福社会，功德无量啊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真的想清楚了。行，关小姐，我韩丽呀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仗义的人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没有。我有件事儿跟你说。红星，我马上要搬家了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先看看这个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把这间房子买了，现在合同给你，你不用搬家了。你别哭啊！我一直想要帮你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帮，我就想吧，这么做应该可以解决你的困难。也没来得及跟你商量，你别生气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事情都过去了。你把钱都给我了，你怎么办？钱，再挣就有了。